很喜欢我，就算付出所有，我也会尽力保护你。非礼勇士，从今天起，我就是您的专属骑士，我的公主殿。我没有办法达成您的期望了，父亲。明明我也是您的女儿，可为什么？我只是对你的魔力感兴趣，仅此而已。是不是我不配拥有幸福？以后不要随便让。过关。